在你用的这本书里头，事实上它在许多地方就是不断重复，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然后呢内在并什么生机的建造。好，所以呢等会在标题在这个进到第一篇啊，那么因为弟兄们避免太多的重复，所以就没有把这个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作为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这句话重复，但是我们读的时候要认识，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这句话是不断重复的，在这六五篇信息里头，只要你看见召会，原则上它就是什么？作为基督的身体。然后我们来看它的什么内在，并什么生机的建造。来，请弟兄姊妹先聊聊，对讲一下这个主题。来到第一篇，来，我们读一下，召会内在的数值，为着召会生机的存在。好，在第一篇啊，我们就这个出现一个平行啊，或者说一种的对比啊，先讲内在，再讲什么生机，我们要注意内在。才能有生机啊！那么第一篇讲什么？内在的数值啊，然后呢，为了召会什么生机的存在啊？先注意数值，才能有什么生机的存在。好，请同学们一样，先两两对讲一下偏题。到这个偏题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的内在的数值，还有什么？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生机的存在。好，那请弟兄姊妹呢？特别在这几周啊，这个纲要非常宝贵啊。一面来说，感谢主啊，这个纲要比较短。不像我们已过的结晶读经啊，纲要比较长啊，所以你就只能够抓重点。那这个因为它短呢、啊，其实呢就要全部进入，都是重点啊。那像这一周啊，我越准备，我越觉得哇欣赏啊，所以呢是这个啊，就是要这个几乎要将它全部背起来了。这个纲要是太好了啊！来，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帮助弟兄姊妹抓到这个重要的点。那我们先读一下三个大点。来，第一个大点，召会内在的数值乃是产生召会的神圣生命。第二大点，我们需要看见并经历召会生机的存在。好，第三大点，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操练我们的灵，并将我们的心转向主，好在召会内在数值的实际里，留在生命的路上，为着召会生机的存在。好，这个思路很鲜明。好，第一大点讲什么？内在的数值，并且这个标这个第一大点就告诉你，那个内在的数值是什么？神圣的生命。当然，为什么它是神圣的生命呢？因为它就是产生召会，产生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是呢神圣的生命。好，那么再来呢，第二大点就来说到呢生机的存在。好，那么生机的存在啊，那我是需要看见的啊。那么生机的存在啊，在宇宙中是基督的身体，那么但它也显在地方上，所以呢生机的存在，首先我们要看见什么？在宇宙中，
它的存在是在宇宙中，但是它也要在，也要彰显在什么地方上。所以就是说到生机的存在。好，第三大点就说到我们该有的操练。好，第三大点该有的操练呢，我们可以从后面开始读起。为了要能够在内在数值的实际里，然后呢，为着召会生机的存在，所以我们就需要什么？操练我们的灵，并且呢，将我们的心转向主。所以第三大点就注意操练我们的灵和什么，将我们的心转向主。好，所以这一篇啊，这一篇啊，我们从偏题还有三个大点，现在应该都能够抓到了，对不对？偏题讲什么？召会内在的数值，还有什么生机的存在。第一大点是在讲什么？召会内在的数值是什么呢？是神圣的生命，是产生召会的神圣的生命。第二大点呢，是在讲什么？召会生机的存在。那我们就在大点之外多加上两句话，会帮助我们 记得它。那个存在在哪里呢？在宇宙中，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丰满，但也彰显在地方上。好，第三大点，我们如何能够操练呢？要呢，操练我们的灵，将我们的心转向主。好，请六姊妹先两两对讲这三个大点。好，那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大点啊，因为这个纲要非常有思路啊，那么纲要也是等一会在周一到周六的经文中没有办法完全表达的，所以请注意纲要，等会你要把关键字画出来。好，第一大点的第一重点，我们来读：召会内在的数值是神圣的生命，不能毁坏的生命，就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并且正在分赐到我们里面的这神圣的生命，实际上就是经过过程现在正在分赐的三一神。好，这个终点的重点在于正在分赐。正在分赐，要注意召会内在的数值，要它是什么？神圣的生命。但一说到神圣的生命，大部分人的领会是很静态的，是一个事实就是了。不，在这里呢，做召会内在数值的这个神圣的生命呢，就是强调呢，正在分赐的三一神。好，当然神三一神要能够正在分赐，是因为他怎么样，已经经过过程，所以呢，这个先记关键字什么？正在分赐。啊，接着再讲的时候呢，你就要加上什么？经过过程正在分赐的三一神。好，那么这一位经过过程正在分赐的三一神，带到第二重点，就请注意这个神圣的生命如何能够重生我们，作为召会内在的数值呢？第二重点就强调借着食释放神圣的生命，所以请你特别把食和什么释放画出来。第三重点是借着复活来什么分赐，借着他的食怎么样释放神圣的生命，又借着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成为神的长子来怎么样分赐所以抓住关键字，复活是什么分赐。那第四重点呢，就强调什么我们就被接枝就像葡萄树的枝子住在葡萄树上，是什么接枝，所以请注意接枝。好，那么这些
皆吃在葡萄树上的枝子，也就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基督身体上的什么生机的肢体，活的进攻用的肢体。好，这样有没有看到 这五个终点的思路啊？第一个终点，第一个终点的思路是什么？正在分次。好，那他如何能正在分次呢？首先他经过食释放神圣的生命，再来呢借着复活分次神圣的生命，而我们这些信的人就被接枝到基督的真葡萄树上，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好，来，请两两对讲一讲。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周一的经文。好，刚刚是纲要，我们现在需要用经文把这个纲要呢挂在经文上。好，来，周一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二节，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于你们。你看这个事呢，看起来是开头的话，但是你也看见这个生命如何是经过过程，正在分次的三一神。怎么看呢？原与父同在，原与父同在，这是说到什么啊？他其实一直都是，对不对呢？在已过的永远里与父同在，但是呢，在时间里呢，他不止与父同在，还怎么样显现于我们？显现于我们，这就是什么？不止与父同在，并且他还怎么样带同着父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然后呢，经过死释放生命，借着复活分赐生命，所以才能够怎么样传于你们，对不对呢？传表示什么？这个是使徒们可以怎么样？可以将这个永远的生命呢传于你们。而这永远的生命呢，使徒介绍呢，短短一句，短短的几句话，却是很有讲究。第一，他什么？原与父同在。第二呢，他怎么样？显现于我们。然后现在怎么样？传于你们。所以这就是呢，正在分次的经过过程，正在分次的三一神就是什么？永远的生命，也是什么？神圣的生命。所以以后要解释经过过程终极那个正在分次的三一神有哪一节啊？约翰一书一章二节。来，两两对讲一下。好，我们在读周二的经文。周二创世纪二章二十二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再加上呢，约翰福音我们读后面那一个三章二十九三十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他必过真，我必筛选。好，创世纪二章二十二节，请你也是拿出笔来，你要注意，耶和华神就用什么？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从人身上取肋骨，对，那么他的上下文说，神使那人怎么样？沉睡，这是什么？死，然后释放什么？生命，肋骨。在这里就预表那个永远不能毁坏，也就是不能折断的生命，所以你看见什么？从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其实你就可以看出什么？使怎么样释放生命，再来呢，建造成一个女人，这里你也可以看见什么？分次，是不是？因为刚刚讲了肋骨，
这个在旧约里预言到我们的主，他身上的一根骨头都不能折断。啊，因为这个肋骨乃是什么？在这里呢，用骨头来肋骨来建造成一个女人，是复活的生命，来怎么样？分赐。啊，然后这个女人就成了什么？就成了亚当的扩增。亚当的什么扩增、啊、所以你们发现、啊、圣经中的思想真特别，在创世纪二章你就看见了十释放，看见什么复活，看什么分赐，然后成为他的什么扩增、啊、因为领到他那人跟前以后，那人说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骨，但却在眼前。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不在里面，是在什么？眼前。这是什么？扩增啊！这是他的扩增啊！好，来，请两两对讲一下。来，我们来到第二大点，怎么办？刚要这么丰富，时间每次都不够啊！第二大点，我们一同来啊！第一终点。教会存在于宇宙中，乃是神唯一的宇宙教会，是神得着宇宙的彰显，就是神的丰满。第二重点，教会分布于地上许多地方，成为许多地方教会，做他在地方上的彰显。好，所以说到生机的什么存在，生机的存在，所以存在一面是在哪里啊？宇宙中，对不对呢？也是彰显在什么地方上，是不是？好，再来第三重点很重要，当我们回到教会内在的数值，为着教会生机的存在，我们就不会错误的教导众地方教会可以彼此不同。众召会乃是经过过程，并分赐之三一神独一的一个生机体。我们看见了这个内根据内在的数值而有的什么生机的存在，就不会去教导说什么众地方召会可以彼此不同。哇，因为世上就是有人教导。甚至在我们的观念里头也认为是如此，可以不同啊，台北召会就是台北召会啊，怎么会当然可以跟高雄召会不同，当然可以跟纽约召会不同、哦、我们认为可以彼此不同、哦、当然呢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呢，不是外面组织上的划一、哦、乃是呢我们要看第四重点、哦、所以今天请特别年轻的弟兄姊妹，第四重点要背起来，要背起来、哦、主日碰到你们就会请问你们好，第四重点，来，按照圣经我们实行上有七重的意义，第一，在教训上是一，第二呢，在实行上是一，第三呢，在思想上是一，第四呢，在说话上是一，第五六七呢，在数值外表和彰显上是一。这几个一啊，大概我们很多人是第一次看到，我们以往也强调另外七个一、啊、这个陈金圣言也有讲，但是呢、啊、你就称它为道理上的一、啊、那七个一啊，以弗所四章四到六节、啊、一位、啊、一个身体，一位灵，一位主啊、一个身体，一位灵，一个盼望，一主，一信，一敬，一位众人的神与父，对吧？七个、啊、道理上的一，但是我们今天呢要来看这七个什么实行上的一。好，所以呢其实看这个你就知道我们对圣经有多么熟或者多么不熟在实行上的一，第一个经文是什么？林前四章十七节，那你讲什么？他为什么放第一个？所以至少第一个要熟啊。杰业，林前四章十七节讲什么？
林前四章十七节，所以这个经文大家要熟啊，熟到不能再熟。那你讲什么？那你保罗说，我要打发提摩太，哎，请记啊，赶快写啊，提摩太。然后他会提醒什么？你们，提醒你们什么？我在各处各教会所教导的，我在各处各教会所教导的。所以保罗打发了提摩太，提摩太 到了哥林多教会那里去，提醒他们什么？保罗在各处各教会中所教导的。换句话说，为着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在地方教会中该有的生活，首先需要什么？教训。首先需要什么？教导。但是呢，这个教导却不是我这个教会这样教，那个教会这样教。因为从《使徒行传》第二章，请注意听，他们从起头就坚定持续，同心合意，在什么使徒的教训和教导上。所以教训上的一，这第一个教训上的一啊。所以其实某一面来说，我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个测验。我也没有翻圣经，我就看林前四章十七节是什么，七章十七节是什么，十六章一节是什么，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是什么，一路下去，我是不是都知道这些经文支持在教训上是？好，谢谢主。第二，在什么实行上是？好，实行上是。林前十一章十六节，这里讲什么？若有人要抢我们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对，整个众召会也没有。对，若有人要强辩，我们没有这个规矩，众召会怎么样也没有。哇，他到底要讲什么？他的上下文在讲什么？他上下文在讲蒙头，下文上文在讲蒙头，下文在讲什么？留在蒙召的身份。好，这里讲到什么？若有人，事实上保罗是把什么？把神的行政摆出来。林前第十一章，注意听哦，是说开始用神在神行政一面对付神在行政一面的难处。好，所以他就说什么，在众召会中没有这样的规矩，没有可以强辩的。你可以辩，但我们不辩。神的什么众召会也没有，因为这不是我定的。你跟我辩有什么用呢？这是神的行政。所以这是什么实行？在实行上怎么样是一？再来第三呢，在什么思想上是一？腓立比二章二节特别明显，腓立比二章二节，思念相同的事，思念相同的事。好，再来呢，在说话上是一，说话上是一。罗马十五章第六节是用什么？同一的口说一样，用同一的口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用同一的口，事实上什么叫用同一的口？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可能一口是一个？因为只有一位主，我们都以基督做人位，我们都长到基督里，我们都让基督说话，自然而然我们就用什么同一的口来什么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我们讲了四个了，相关的经文请查出来啊，因为我们的诚心圣言呢没有念那么多，一个个都要查出来，可以吗？啊，主日我们就来请教恩佩弟兄，可不可以给我们几个经文啊，说明什么在教训上是一，再来呢实行上是一，再来呢思想上是一，再来呢说话上是一，
在后面几个呢？数值外表彰显。好，这是根据什么？金灯台。启示录第一章的金灯台。金灯台。金灯台。有一次训练，于杰林弟兄上了讲台，有人就给了他一个袋子，他就拿出七个金灯台。一个金灯台，小的金灯台，那他就开始呢说，你看啊、哦，这个金灯台是一号，这是二号，这是三号，四号，第五号，六号，七号，好，就开始了。请问一号在哪里？你看得出来吗？七个金灯台，数值，外表，彰显。那你说怎么看呢？数值就是都是金，外表呢是台。彰显呢是灯，所以呢金台灯，数值外表彰显，金灯台，啊，数值都是金，神圣的性情，对不对呢？外表呢都是台，那个金灯台的那个外表其实是一棵生长的树，就像一个正在生长的树一样。我没时间细讲了，怎么办？那个灯呢是什么？照耀，也就是什么彰显。所以七个一啊，要记下来。那七个实行上的一呀、啊？教训、实行、思想、说话，然后呢，数值、外表、彰显。来，两两对讲一下。好，来，我们来第三大点。今天可能要多几分钟嘛。好，第三大点，好，要如何能够留在这个教会内在的数值的实际里来为着教会生机的存在呢？第一是什么？操练我们的灵，然后接着是什么？将我们的心转向主。好，请注意第一终点它就比较强调叫行在生命的路上，就必须怎么样？操练，必须操练我们的灵，凭着生命树。好，第二重点就留在生命的路上，要留。这时候注意要做注意的是什么？我们的心要能行在路生命的路上，必须怎么样？操练我们的灵，要一直留在生命的路上呢，就必须什么？注意我们的心。而注意我们的心，第一要注意的是爱，要爱基督。可是偏偏我们要爱的时候，又受到我们的什么心思的影响。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读经文，我们的心思呢会被败坏，失去了向着基督的纯洁，单纯和纯洁。好，所以呢，这就是注意我们的什么心思。好。来，弟兄姊妹就先两两对讲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很重要的经文，今天不讲就太亏欠了啊。周四的经文，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重要的经文，也是支持我们刚刚讲七种实行上的一的另外一个重要观点啊。实行上的一，灵前十二章二十八节，有没有看到？神在召会中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伸言者，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的，治理的，和说各种方言的。这里的召会在灵前第十二章，这里的召会是指宇宙召会还是地方召会？都对，在这里你读过了诚意圣言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宇宙和地方两面。怎么看呢？第一，使徒是宇宙型。的确在一个地方召会中，只在一个地方召会中没有使徒。使徒就是为了什么？众召会。好，再来呢，伸言者和教师是又是宇宙的又是地方。伸言者和教师又是宇宙的又是地方的。
特别在灵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在安提阿的召会中，有几位什么伸言者和教师，所以给我们看见呢，伸言者和教师又是宇宙的，又是什么地方的？再来呢，帮助的、治理的，这是什么？这是完全是地方，帮助的和什么治理的？好，所以这一个经文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召会无论在宇宙的一面，还有什么地方的一面，是一个神在召会中单数的。这个单数是宇宙一面，又是什么地方一面？宇宙一面从哪里看？使徒。再来呢？伸言者和教师呢？又宇宙又地方。再来呢？帮助的和治理的是什么地方的？但无论宇宙或者地方一面呢，是什么一个召会？换句话说，在保罗的教导里，他没有给我们空间说众地方召会可以彼此不同，不可以不同，在教训、实行、思想、说话、素质、外表、彰显上都怎么样？必须是一好，来，两队讲一下。